最近城里失踪的乞丐，还有那个矿物专家，每次进城出城都是神神秘秘的。还有，东子给我们提供的情报，说日本的飞行员正在练习载重短跑道起降训练。我怀疑啊，他们在这个山坳里面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应该跟一种矿有关。哦，对了，老白，今天我俩进山的时候呢？ 发现了那个矿业专家的车，和之前一样，那车里满满的装的全是东西。确定吗？能确定。他城里都盯了好几次了，肯定不会有问题的。那就没跑了嘛。咱现在不是不知道那啥计划是怎么回事吗？把这个什么狗屁专家直接绑了，大型一上，啥都招了。这个人啊，是野久保亲自送到哈城来的，他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如果动了他，肯定会打草惊蛇。 这小鬼子改变已有的计划也不是不可能。这样，即使我们就算是问出了人和计划的内容，那也是白费。那咋整啊？干看着。如果动了那个专家会惊动小鬼子，那咱们就别动他。咱们另想办法摸清这个计划的内容，不就行了？同志们，现在的国际形势对于小鬼子非常不利。 盟军已经发出了最后通牒，逼迫小鬼子撤出中国，而国内的战局也陷入了焦灼，尤其是由朱德和彭德怀两位司令指挥的百团大战，给予了小鬼子沉重的打击，用事实证明，这小鬼子不是不可战胜的，也极大的鼓舞了我军民的抗战士气。这小鬼子在中国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这个计划。 我估计啊，跟我们之前的猜测是一样的，是跟战局有关的。这不简单了吗？啊，你看啊，他就在那个山洼里，没跑吧？不管他是个啥，不管是兵工厂也好，是物资仓库也好，还是矿坑，小鬼子那么重视，肯定不是个啥简单玩意儿吧？直接端了他就完了嘛？不行不行，那儿的情况你们根本都不知道，防卫的极其森严，想进去根本都不可能。再说了。 一两百号鬼子哪那么容易端呀？张康，你刚才说有军车频繁出入，对呀，但是关键不知道运的是啥呀。那就好办了，我们进不去，他们能出来。张康、快队，你们两个明天跟我出趟城。 你放心啊，只侦查不惹事儿。现在已经确定，那山里面的建筑是小鬼子的一个秘密兵工厂。那个什么矿业专家八成是个障眼法，他以找矿为名，实际上呢是在那里研发武器。还有，最近失踪的那些乡亲还有消失的乞丐，全都在那里做苦工。现在已经知道，有十几个人被活活累死了。秘密兵工厂，咱们这儿。 居然也建了小鬼子的兵工厂，同志们，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个兵工厂给搞掉。子兰，你同意吗？谢大姐的男人被抓了，还有钱街孙大婶的儿子马大叔的女婿，他们以前都帮过我。再怎么说，我一定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这事儿。 我支持。那咱们就想办法炸着他。好。那咱啥时候干呀？要不就明天吧。啊？不是，山哥，你这次行动必须得带上我，要不这后勤队长我就不干了。哎，没那么简单。按照那个司机的说法，这个兵工厂很大，我们想要一举炸掉它，需要有足够的炸药。可大家想想，这炸药去哪儿弄？嗯？
特派员，要不咱们再故技重演一次？哎呀，子弹我可以说是训练治安大队，可这炸药我根本没有理由去申请啊！要不咱也枪吧？啊！赵青云，抢？你抢谁的呀？现在城里只有小鬼子的仓库有炸药，他们那儿比宪兵队还管得严，你怎么抢？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看着小鬼子眼睁睁把这兵工厂建起来，然后再霍霍老百姓啊？快屯儿，子兰，这黑市可以弄到吗？要想买，我可以去问问。但是这种稀罕货，价钱肯定不低。哎哎，兵工厂咱抢不了，咱抢黑市总可以吧？ 子兰，我回来了。山哥，子兰姐，怎么了，大爷？够不？大爷，你这是……哎呀，没事儿，在子兰姐这儿有吃有喝的，我也花不着钱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打鬼子，把小鬼子赶出去了，哪儿不能挣钱呀，师傅？ 行，算你一个。可这些还是不够啊。爹，不用你偷吧。反正那俩陈家包啊，给秦亮赏，咱就偷他。再琢磨琢磨吧。这不到万不得已啊，在咱们没有炸掉小鬼子兵工厂之前，不能让小鬼子有所警觉。 要不然就麻烦了。哎，都先干活吧。我问你，如果不炸掉那个兵工厂会怎么样？ 小鬼子会生产出非常多的秘密武器，到时候将会有更多的老百姓惨死，更多的战友牺牲。这个点不除，影响的将是众多同胞的性命，所以我必须。走，陪我出去一趟。 翡翠镯子呀，赵掌柜，您真的要当？当。哦，那您是死当呢，还是活当？死当。活当。活当钱是不够的，听我的。死当。翡翠镯子一对，死当。
谢我干嘛呀？我又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那些被抓的老百姓。我不希望再看到有人跟翠花一样惨死。你说的对，只要把小鬼子赶出去了，一个祖传的镯子算得了什么呀？人命比什么都值钱。你放心，将来我一定会帮你把镯子给赎回来的。这都已经是死当了，说不定明天。 就被人买走了，那我就给你买一副更好的，买不起我就去挖矿。不管怎么说，我一定会弄一副镯子回来给你。行，有你这句话，我就很开心了。只要人在，比什么都强。不，我说到一定做到。这可是你亲口说的啊，我可当真了，我会一直等着的。一定。 傻子，吃东西不能小点声吗？滚一边吃去，烦死我了！没听见吗？带着你的萝卜滚远一点！啊！滚远一点！哎呦我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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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顺子，你说这马明山他们家祖坟是不是冒青烟了？啥好事儿都让他摊上，就连日本特使也赏脸去他们家吃饭看戏。你说我吧，给人送个礼，人家不收，还差点揍我一顿。哎呀，照这样下去，保佑我在哈城真的没有立足之地了。宝爷，这马明山有问题。 那是一定的，现在就看咱能不能抓到他的把柄了。老您放心，这不是有我的吗？啊，我已经派人把赵家客栈盯得死死的。老爷，马老板来了。老爷，老马，你不在铺子里好好待着，跑这儿干什么来了？老爷，您瞧这个。 这可是上好的翡翠镯子，哪来的？老爷，从我老马这里拿出去东西，那当然是收上来的。但是，当着东西的人，您绝对猜不到，是谁呀？赵子兰和马明山。而且这对镯子是死当的。顺子，哎，你马上派人查查，看看他们出了当铺。 还去哪儿了？哎，这可是赵子兰他们家祖传的玩意儿，他平时戴都不舍得戴，现在竟然敢当掉，而且是死当。顺子，你说姓赵的这娘们儿，拿这么一大笔钱干什么去了？哎，这我哪能猜得出来？猜不出来？这不好猜，这猜不出来还不去查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九爷，我今天来是有事相求的。有事相求，我想八成又不是什么好事吧？当家的，让九爷看看我们的诚意。说吧。 想要什么？炸药。上回要子弹，这回要炸药。你要的东西是越来越危险了。
听九爷一句劝，不该碰的东西千万别碰。马主任还不劝劝你媳妇儿？九爷，我媳妇儿这回办的可是正事儿。九爷，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是那种没脑子的人。这次要炸药是因为我打听到了一个黄矿。黄矿？那玩意儿真是值钱的活儿，金子多吗？不多的话，我要炸药干什么？妹子，黄矿小鬼子管得可严着呢，这可太冒险了。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地盘，我就挖了。只要小鬼子们不知道，不就行了？再说，有我当家的掩护，肯定不会有问题的。也对。马主任现在可是村上跟前的红人呢，到底敢不敢卖？300块一块，军火，要多少？10块。这生意，我接了。那就辛苦九爷了。老爷，打听到了，他们去哪儿了？马九的黑市。他们去马九的黑市买什么？这倒不知道。不过老爷，你想啊，那马九最擅长搞啥呀？不就是枪啊炮的吗？好啊，这次我们终于抓到赵子兰、马明山的把柄了。哎哎，老爷，那现在咋整？我要不要去告诉那个村上大佐？不行，这次我要给他们来个一击致命，人赃俱获。我就不信马明山这次还能翻得过身来。哎呀，老爷，你这高啊，你这，我觉得这回啊，不光是那个马明山得栽，赵家客栈那帮子人一个都甭想跑。只可惜赵子兰这娘们儿了，那小模样，老爷我惦记很久了。老爷，哎，这主意好啊！这次赵子兰一定乖乖的给我送上门来。怎么着？听说炸药搞到手了？搞到了。哼，我就知道，还是你有办法。这回啊，我真没帮上什么忙。都是赵老板的功劳，他把他祖传的翡翠镯子都给当了，还有大丫，他也把他全部的积蓄拿了出来。啊，赵老板，这怎么话说的？这现在啊，最主要的事情是要想办法把这个炸药运出城。那现在东西藏在哪儿？东西没到，天黑我们就去取，不会出任何问题，放心吧。想要一次性把这么多炸药运出城去，确实难度不小，难保不让鬼子发现。老板，您在吗？陈老板说找您有事儿。陈老黑找我？陈老黑，妹子，找我啥事儿啊？这儿说话不方便。去我那儿，有什么不方便的？有话就直说，老娘还忙着呢。离我远点。马九的事儿。哼。子兰姐怎么跟这王八蛋走？行，妹子。哟，赵老板。哎，哎呀，来来，坐这儿，妹子，来坐这儿啊，来坐嘛，来来来。到底什么意思啊？哎呀，妹子，哎呀，就是想你了，想单独跟你说说话嘛啊，坐坐，妹子。哎，给你倒茶啊，这个是明前茶最好的啊，来，妹子喝茶。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的。妹子，我以前咋就没发现你胆子这么大呀？啊，连抗联的人你也敢收留？少他娘的放屁！我什么时候收留抗联的人了？呀，呀，小样的，你还给我急了。你放心，妹子，今天我单独把你约出来，就是想救你的。宝哥的心思你还不懂吗？我是怕你啊。受到伤害。行了，陈老黑，你再跟我胡咧咧，信不信老爷抽你啊？
我可没忽略了呀！啊，妹子，那前脚你去马九那儿买啥去了？啊？用着你管？别以为有些事情做了没人知道，我就很清楚。我告诉你，我劝你啊，离那帮人远一点。马明山已经不是以前的马明山了，你好自为之。 行啊，你去，去宋山那告我啊，告我啊！怎么，不说话了？有本事拿证据给老娘看看。你除了马九，你知道什么呀？程老还有告诉你，你少他们的胡说八道。你，妹子，你看你别激动啊，我这不是猜的吗？我是没有证据，但是我是真心为你好，我是怕你受到伤害的，真的，妹子。程老还有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敢乱说，我可绝对饶不过你。不信你试试看。老爷，你咋不继续逼问呢？那手镯不就是证据吗？你给他嘚瑟的，你看，哼。 嘚瑟，这娘们什么都知道，她在给我演戏呢。孙子，哎，你告诉二狗子，我盯紧了，就说他们马上就要行动了。老爷，我就在这儿，守株待兔。他已经怀疑我们了。什么？他知道什么了？从上回他就没有死心，他一直派人暗中盯着我们。他知道我们去找过马九，所以想在我这儿榨出什么东西来。 你没有说漏什么吧？就凭他那些小伎俩，能从我这榨出什么东西啊？那就好。可是我担心啊，他会去向村上告密。应该不会，我试探过了，他根本就没有证据。我想他连续几次算计我们都失策了，早就引起了村上的不满。这一次他一定不敢乱说，只是怕时间长了，他倒缺出味儿来了。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行动。我同意。 咱们先去炸兵工厂，回头再找机会收拾他。我已经想好了怎么把炸药运出城的办法。你说说看。过几天是我爹娘的忌日，你们跟我一起去。你的意思是，把炸药藏在纸人纸马里？对，我相信爹娘一定会保佑我们这次计划成功的。紫兰，你脑子太灵了。好。 咱们就以上坟为借口，再小鬼子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速战速决。再过一个时辰，你就跟我一起去取货。好。有日子没打点你了啊！宝爷说了。 让你盯好赵子兰和马明山，有任何异常举动，必须报告。哎，好嘞，好嘞。这钱，只是个开头，满意不？满意，能不满意？那就把事办好了。哎，啊，我告诉你啊，你家赵老板和马先生最近要干件大事。啥大事啊？ 在哪儿？定好了。好，那我先回了啊。哎呦，客官。
你别进去。子兰，这里环境这么乱，安全吗？放心吧，九爷的东西没人敢动。 老板，太紧张了吧，兄弟，对不住。没事，东西呢？赵老板，您点点。不用了，我还不相信九爷吗？这位兄弟辛苦了，还是赵老板敞亮。 走了，多谢。走吧。这就是。对，前方地窖用的时候在哪？好嘞，妥妥的。都小心点啊。 是啊，准备给爹娘上坟去，怎么有事儿？没有，我就是说看看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没有。不用，扎个纸钱纸人的，帮个啥忙啊？赶紧干活吧。哎哎，姐，我陪你去，你在哪去啊？哎呀，给你当苦力。走吧。 老爷，你我喊半天了，我喊不，我眼睛瞎了你啊！老爷，老爷，你说，你管一边去！不是老爷，你我喊半天，你着急忙慌的，你说你这，气死我了！刚才马九的人告诉我，说赵子兰买的竟然是炸药，说是炸黄口，骗鬼呢！老爷，二狗子那也来消息了。 这娘们是出去定制人芝麻了，人芝麻，炸药，祖传镯子，人芝麻，他们这是要去城外炸什么呀？您看，剑三，您知道这是谁的镯子吗？赵子兰的。 昨天，他卖了这祖传的镯子，据说这镯子是皇宫出来的，那可是价值连城啊！他用得来的钱，到黑市买了大批的炸药，今天他又订购了许多纸人芝麻。剑三，什么意思？我怀疑，他们肯定要去城外炸点什么。 这件事的发起者就是赵子兰、马明山。大佐阁下，我认为他们就是您一直要找的抗联分子。他们去抗联？是啊，剑三。 你反复多次针对他们，看来这次是证据确凿了。
大佐阁下，我说的可都是实话，您可不能不当真呐。他们肯定是把炸药藏在纸人纸马当中，您不能由了他们搞破坏啊。大佐阁下，我说句心里话吧，我真替您不值。你对他们两口子这么好，先是把治安主任的位置给了马明山，后来又经常去赵家客栈举办宴会，就连日本特使来了，你也把他们介绍给他。您这么相信他，他们倒好，却背着您跟皇军作对，这样的人难道不该杀吗？啊，大佐阁下，现在你应该知道了吧？谁才是最忠诚于您的？那就是我，陈家宝。我对你可是至始至终忠贞不二，为了你，我可以赴汤蹈火，头可断，血可流啊！大佐阁下，大佐阁下，您笑什么呀？千三，你认为我傻吗？傻？不，大佐阁下，您怎么能傻呢？您可是绝顶聪明啊！谁要认为你傻的话，那个人才是大傻子。是的。实话告诉你吧，刚才你说的话，我早就都知道了。从马明山在城内发现抗联，到两层纸样，再到巷子发现孙永福系土匪，再到航空大队起义等事，我就一直怀疑他。那你为啥一直留着他？难不成就像传说的那样，你是惧怕君王的军刀而不敢动他？那只是我放出去的烟雾弹而已，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放松。我真正的目标就是让他们露出狐狸尾巴，将他们一网打尽。山田、玲子の部屋と食料倉庫の位置関係、お前どう思う？玲子の部屋のあの2階の踊り場からなら、食料倉庫の庭へ直接入ることもできる。つまり高連が玲子様の部屋を通り抜け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ですが、玲子様の部屋に入れる人物は限られております。つまりあの部屋に入れる人物が怪しいということだ。まさか万美さんですか？かの治安官か。なぜ野放しにして？それは十分な証拠を集め、一網打尽にするつもりだからであります。君をそれほど苦しめられては、ぜひ私もお目にかかりたいものだ。ですので、ジャオジャオ母ちゃんの正体を受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のです。自分のすぐ近くでずっと隠れていたあの男に閣下を紹介いたしましょう。大佐阁下，那你为何几次都把他们给放了？我之所以表现得相信他，第一，我没有直接的证据会让他脱逃；第二，这几个人不是重点，我一直期待他们能暴露更多的情况。那什么时候是收网的机会啊？他们的目标就在城外的兵工厂，现在就到了收网的时刻了。大佐阁下，我劝您啊，早点把他们抓起来吧，要不然他们真的把兵工厂给炸了，那一切都晚了。他们现在把炸药藏在纸人纸马当中，假借上坟的时候搞破坏活动。千桑，你以为那个兵工厂是真的吗？啊，是假的？没错，那就是我给他们设计的诱饵，一个他们不得不吞下去的诱饵。我故意布置的重兵，但那里却只是假的库房，在里面等待他们的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只有死亡。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就足以证明他们的身份，也是他们的死期。你要做的
就是盯着他们，只要他们大家几人几马救了客家，就立刻给我报道。大王阁下，您就放心吧，我一定死盯着他们，只要他们敢行动，我马上向您报告。那如果没事儿，我就先走了。先生，大佐阁下，您刚才的话，我知，你们知。如果再有一个人知道的话，大佐阁下，如果我敢透露半个字，我一家老小的命，全都抵给你。谢大佐。大佐阁下再见。お前がどんなに小ずるかろうと私の迷惑任せんぞ。もう神王殿下を失望させるわけにいかん。罠は仕掛けた。お前という兄弟儀はかかるのを待つだけだ。え、紫蘭、你这是要出门？我正准备出去走走，马车装好了吗？都装好了。哎呀，怎么了？哎，没事儿，我这眼皮子总跳，总觉得会有什么事发生。你啊，是太紧张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您要的茶，老爷。你放多少茶呀？这么苦吗？老爷，我这不看您熬夜，想给您提提神吗？你想熬死我啊？你把我当硬熬啊？啊？你是不是想熬死我？没有，老爷。老爷。要不你去歇着吧，我盯着不就完了吗？好啊，我盯紧了，有消息立刻告诉我。老安，你放心，我那眼睛睁得跟放大镜似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嗯，好。老安，你好好睡啊，做个好梦啊。怎么样？啊，都准备好了。那行，准备出发。好，紫兰，走吧，出发。老爷，老爷行动了啊！谁行动了？赵子兰他们行动了！啊啊啊！老爷，哎，蓝妹子，你们是干什么去啊？给丁娘上坟去。哎呀，上坟去啊！不行，我要马上报告村上大佐。二傻子，二傻子，出来！快，带我去宪兵队。你错了，这面，你在这等着。哎，老爷去你的吧。他抓什么东西？祭祖用的纸人纸马。对，长官，我们是去给爹娘上坟的。
这一梦已沉睡了很久，你是否和我一样期待黎明的到来？这一份今世坚守的誓言，你是否读懂我心的期盼？尘世的浮华是烽火中散去的硝烟，红尘纷扰已随风飘向满地落叶。等风来洗去昨日尘埃，等风来呼唤你快回来，等你在我生命里出现，等你展开温暖的悲。等你展开温暖的臂弯。